师父上人、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好。感谢师父上人，还有净宗学会、学院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同修，还有诸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修的参与，能够成就这一个殊胜的因缘。那墨学有讲的不好的地方啊，请诸位法师、诸位同修给予批评指正。佛陀在《华严经》上有教诫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修学净土法门，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先有信心，先有信心。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也提到六信，一开始就是信己，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所以我们对佛陀的话也要有十足的信心。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弟子规，我们也要对弟子规的重要性、弟子规对于世界、对于整个佛法、还有对于社会安定、对于家庭的和谐，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宝。我们也要先建立这一个信心，因为学贵立志。当我们了解到弟子规的重要性，我们才能立志，透过弟子规的修学、弟子规的例行，能够让整个社会减少冲突灾难，让整个世界能够安定祥和。那我们放眼当今的国家社会，确实动荡不安。那我们要思考，因为佛法也教诫我们，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所以觉悟的人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才能够对症下药。因为社会的动乱起因于人心，佛法上讲依报随着正报转。那诸位同修，我们现在的人心都在想什么？人心都是以什么为出发点？我们从人心，从根本才能解决问题。这几百年来西方东进，所以西方的思维也一直不断的影响东方的思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所以现在是资本主义、功利主义挂帅。我常常也问很多的朋友，我问他们说，你是炎黄子孙吗？诸位同修，您是炎黄子孙吗？信为道源功德母，要有信心。您是炎黄子孙吗？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所以大声也没有用。我们要勘验，看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是真正随顺老祖宗的教诲，还是已经受到整个世界的思想的污染。我曾经在一次
讲课当中啊，我就问他们，我说当你拿到一个最好吃的东西，你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底下坐在前排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啊，他不假思索，马上就说吃下去。后面呢，有一位中年的女性，她说啊，给儿子吃，给孩子吃。最后面呢，有一位长者，应该也有70几岁，他说给父母吃。好，诸位同修，哪一位才是真正的炎黄子孙？但是哪一位的学历最高？自己吃的学历最高。所以读书自在圣贤，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的教诫。所以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教我们真正做一个好人，真正做一个善人。而好人善人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份纯心啊。所以老祖宗的教诲啊，以仁慈为根本啊。所以我们看《论语》的整个教诲啊，就是有一个仁爱之心。而因为西方东进，所以现在人啊功利主义特别重，所以第一个念头啊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好，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啊读很多翻译书，比方说自我为中心，讲起来好像觉得是西方翻译的名词，还觉得我读了一些书。其实啊，自我中心讲白了是什么？就是自私嘛。好，那当一个人，当每一个人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自私，那自私再提升变什么？变竞争啊，只想到自己，没想到别人。竞争再提升变什么？变斗争。斗争再提升变战争。战争再提升，哎，末日。常常走在路上看到电线杆上面写的4个大字，叫末日到了。诸位同修，末日到了没有？还没有。什么叫末日啊？叫生不如死啊，叫末日。人死了哈，我们都明了，换一件衣服啊，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是生不如死啊，那才是真正的末日。我们在大陆啊，听到一个讯息，有一个13岁的孩子，他煮饭给他的父亲吃，吃了以后啊，父亲就暴毙了，因为家里很穷，没有钱，验尸啊，所以草草啊，就埋了。后来他又煮饭给他的母亲吃，吃完之后啊，母亲也去世了，也是草草啊把他埋掉。后来啊，刚好在祭祀父母的时候，他很不耐烦啊，马上就把这些饭菜啊就倒到水沟里面去。他的婶婶一看啊，心里呢一震，觉得这个孩子为什么对父母啊没有恭敬之心。后来啊，他又走过来对他的婶婶说，我的父母是不是有买保险？哇，他婶婶听了起鸡皮疙瘩，觉得不对劲，马上啊去报警。后来调查结果啊，父母都是他亲手啊毒死的，亲手毒死的。结果呢问他说，你为什么啊要毒死父母？他说：“因为我要拿保险费。”
保险费只有10,000人民币，两条命啊送掉了。为什么要拿保险费呢？因为他要买手机，要买手机。所以我们听到这一个事件啊，我们要深深来思考，为什么一个13岁的孩子无父无母，心中只有什么？只有欲望，只有他的利益。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欲令自迷，利令自昏，欲是深渊呐、啊！一踏下去怎么样？见不到底了。所以整个自信啊，就会不断的迷失掉。所以我们听到这一个事件啊，当所有的孩子对父母都没有孝敬之心，那父母啊，日子就非常难过了。在汕头刚好有一些老师啊，组织起来教孩子学习《弟子规》，学习《弟子规》。那刚好学了一个多月，老师也觉得啊，让这些孩子呢磨练磨练，可以上台啊，来分享一下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收获，他们的成长。一个7岁的孩子站上来，他说的第一句话：“我学了《弟子规》啊，才知道做人原来要孝顺。”诸位同修，这一句话很有味道。做人啊，原来要孝顺。所以人不学不知道啊，人不学不知义啊。而中国圣贤教诲已经断了2-3代了，所以大半的人现在已经不知道啊，做人的根本，做人的义务是什么。所以《无量寿经》上说到：“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诸位同修，现在要怪谁啊？一直怪上去啊，都是受害者，因为啊，都没有机会闻到圣贤的教诲。假如我们在200年前，刚好你路过田间小道，看到一位正在耕作的农夫，您呢跟他请教说：“请问做人的本分是什么？”他虽然一字不识啊，他可以跟你讲30分钟，不用打草稿。他一定开头就说：“做人一定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做人一定要言出必行，要诚实对人。”虽然他不识字啊，但是当时候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都给他正确的引导。假如现在正值毕业时期，您到著名的大学门口，刚好那一天这些大学生毕业出来了，您向前去跟他请教说：“请问你做人的本分是什么？”这一些大学生会怎么回答？他会说：“你怎么这么无聊？你怎么不问我现在排行在前10名的歌曲是什么？前10名的歌星是什么？”所以啊，相差很远。我们常常说世界在进步，其实这一句话我们需要冷静来思考，到底是进步啊，还是退步？所谓知耻啊，近乎勇，要真正了解到我们确实啊是退步了，才能够啊积极向上去成长，去改进。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说：“蔡老师，精神文明啊确实退步了，
但是物质文明怎么样？进步了、啊。那我就请教这位朋友，我说，全世界啊最重要的物质是什么？最重要的物质是什么？哦、空气、阳光、水，这些东西都怎么样？都坏了。我接着跟他说了，我说最重要的物质啊是地球。地球，当这一个物质坏掉了，所有的万物都怎么样？都不可能生存。那一个地球啊，要形成是几十亿年才能够形成。那有人类历史这几千年来啊，地球都没有出状况。却在这200多年呢、啊，把一个几十亿年才能够成就的地球搞得怎么样？搞得科学家都要发出警告啊！再这样污染破坏地球，可能再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地球就怎么样？就不能再住了。所以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老祖宗啊，处处都想着如何给后代子孙好的智慧、好的生活环境，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存心。而现在呢，假如我们都是以西方人为思维来对应事情，那只想到自己啊，就想不到后代子孙了。所以现在呢，把整个环境破坏成这样，打从有人类以来啊，可能会被后代子孙骂得最惨的是哪一代？可能就是啊，我们这一代了、啊。所以呢，一定要教导啊，他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自然相处？这个7岁的孩子提到了做人原来要孝顺。提完之后啊，他又说了：“我还没有学《弟子规》以前啊，每天想着要如何啊谋害父母。”他这句话讲完哈，他母亲坐在底下瞠目结舌。他母亲绝对不相信这一句话居然是从他孩子的嘴里讲出来。那为什么孩子会想着要谋害父母？才7岁啊。我们5轮大道当中，第一轮父子有亲啊，那父子无亲才会想要伤害父母。那这个无亲是怎么造成的？我们要把原因啊找出来。现在很多父母啊忙于工作，把孩子啊都交给保姆，交给补习班，交给电视电脑，所以电视电脑里面都教什么？杀盗淫妄都教这一些东西，所以孩子的思想观念啊慢慢就偏颇掉了。而且很多的家长啊为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把孩子送去学一大堆的东西，所以孩子一个礼拜排得怎么样？满满的，他的内心是叫苦连天啊。所以他因为父母又没有照顾他，没有亲，然后又把他呢搞得这么累啊，所以这些怨气啊慢慢怎么样，一点一滴啊在积累。而家长可能觉得出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他都说，你看我的孩子啊代表学校参加比赛得了多少名，我的孩子又会弹钢琴又会跳舞，所以孩子学这些东西变成
是父母拿来怎么样？拿来炫耀，拿来啊，让他很有面子，所以他一直觉得啊，他以孩子为荣，但是却不知道孩子到底啊在想什么，孩子到底啊在做什么，因为啊忙于工作没有注意到了，所以孩子的思想观念到底啊往哪里变化？其实现在为人父母者心里啊很多有没有底啊？没有底了。好，所以当孩子从小就父子无亲，父子无亲，他就无法形成仁爱之心，他的发展呢就会自私。自立，慢慢呢提升就变成竞争，变成斗争，变成战争。所以诸位同修，我们来看看现在每一天，你打开报纸，在社会上，在国际上上演的戏码，是不是就是竞争、斗争、战争？所以这一些。果相啊，根源在哪？在于一念啊，失心。一念失心，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念啊转正确了，整个社会的恶果啊就会慢慢改善过来。而转成正确的思想啊，一定要从仁爱下手。所以70年代。英国汤恩比教授就有提到，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两种学说可以做到。诸位同修，哪两种？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我们刚刚提到，孔孟学说的核心是什么？仁爱。大乘佛法的核心呢？慈悲啊！那西方视线的圣者，耶稣基督，他也教诲我们，应该要博爱，去爱护一切人。所以，所有圣哲人的教诲啊，莫过于仁慈。博爱，好，所以当所有的人都能用仁慈博爱来存心，那进一步啊，人与人就懂得互助，懂得互爱，那就能够实现了、啊、我们在。儒家所讲追求的大同世界，我们在佛家所追求的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都在一念之间。我们回想一下，在30-50年前，当一个人家收割稻子的时候，旁边的邻居都会怎么样？都会一起啊，来帮忙，那种人情味啊，非常的浓厚。有时候家里办喜事啦、啊，所有的邻居亲友啊，也都会一起来帮忙。那是一个互助、互爱的社会。那现在呢，可能住在对面的邻居姓什么啊？都不知道，然后对面跟我们之间啊，这个走廊啊，我们还要分呢，分一半，这一半我扫，另外一半怎么样？他自己扫，都要计较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啊，一定啊，要从自己啊开始做起，去扭转。
现阶段的社会风气。只要我们是自诚心啊，去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相信啊，一定可以从齐家，从家庭开始转变，从治国，从你所处的公司团体开始可以转变过来。因为啊，人之初性本善，只要呢我们能真心的演出来，一定可以唤醒每一个人的真心真诚。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要很有信心。我们看到古代舜王大舜，他真诚的对待父母，至诚的孝心，他修身做好了。当他把修身做好了，进一步啊，所有的邻里乡党都被感化了。那邻里乡党这个感化的力量啊，继续往外扩展。近者悦服，远者怀之。远方的人呢，也很尊敬他，也希望啊，跟他学习，归附在他的领导之下。后来连尧帝啊也被感动了，所以把天下都让给了大舜。所以社会风气啊，有赖我们学圣贤、学佛菩萨教诲的这一些同修啊，一起来好好啊演给众人看。好，那我们来看到整个世界啊，要能够安定和平，重要的在这个一念之间。那如何啊，让人真正用仁慈的心啊，去对待一切人事物？要从哪里下手，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效果？这个是值得啊，我们去思考的。在《中庸》里面啊，有提到修身以道，一个人要修养身心啊，提升道德学问啊，一定要依循正道，而修道以仁，修养正道啊，根源在仁慈之心，而仁慈之心的根本在哪里？《论语》里面啊，也教诲我们：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所以我们把根本的根本找出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的人道正道就可以啊成就了。所以孝悌是人之本。那孝悌要真正落实，最好的教材是什么？《弟子规》。所以入则孝，出则悌。所以诸位同修，我们要有信心啊，《弟子规》能解决世界的问题。《弟子规》能不能帮助佛法复兴呢？师父上人刚刚也有提到，万法因缘生。我们思考一下，佛法是从印度啊传到中国来，那印度离中国多远？有很长一段时间哦。而这一些高僧大德把佛法、把大乘佛法传到中国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经过其他的国家？有没有？有啊。那怎么没有把大乘佛法介绍给他们？这些高僧大德啊，
都是宁可只要众生能得法益啊，他们纵使舍生命都会在所不惜。我们知道高僧巴拉密帝啊，为了让中国人能够闻到楞严经，所以啊，把楞严经藏在自己的手臂里面，自己宁可啊把身体割开来，都要成就中国人闻楞严经的机缘。所以只要众生能够承接大乘佛法，这些高僧大德一定会去把这个法传出去。结果呢，这一些邻近的国家并没有接到大乘佛法。那我们也看到东南亚这么多国家只能领受小乘佛法。那为什么在中国人这一片土地当中能够把大乘佛法承接过来？这个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点。所以佛在经上也提到，不学小乘而学大乘，非佛弟子。所以学大乘必然要奠基在小乘的基础之上。那诸位同修，中国有没有小乘法？小乘都没落了，那小乘在哪里？我们中国人怎么直接就学大乘？对啊，假如你不学小乘，那就是魔弟子啊，不是佛弟子。因为啊，中国有儒家学说，把我们的人天成、小乘成的根基啊，都扎下来了。而儒家很多的教诲啊，他的心量啊，甚至于还超过小乘。所以我常常问朋友说，什么是中国人的胸怀？在《礼记·礼运·大同篇》里面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他那一份孝心、恭敬心，那一份爱心啊，是推演到一切人。就像《弟子规》说的，凡是人皆须爱。所以儒家的教诲啊，心量啊，还有超过小乘。所以因为中国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能承传大乘佛法，在这2000年左右啊，开花结果，非常多人成就。但是因为近代啊，这100多年，中国圣贤教诲啊没落了，很多人学大乘佛法不得力啊。我在北京讲课的时候，有一位同修60多岁啊，带着他的儿子啊一起来听课。第一天听完，他很激动，他就跑到我们老师身边来啊，一直在那里感谢。他说：“我修学几十年啊，不得力的原因啊，我终于找到了。”因为啊，我的孝道啊没做好，而孝道啊是德行的大根大本。所以孔老夫子在《孝经》里面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所以中国人把德行的根啊找到了，就是孝道。
教育修身啊，一定要从孝开始做起。所以我们也了解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修持啊，但是成就的人啊，比起古人啊差很远，原因就在啊没有根基了。而《弟子规》是儒家学说啊最基础最根本的一本经典，所以当我们能够把《弟子规》学好，进而啊能够去广宣流布，这也是为大乘佛法的承传啊尽一份心力。所以《弟子规》学好，能够救世界，能够救佛法，能够救家庭。诸位同修，现在的家庭状况怎么样？俗话说，家家有本啊，难念的经啊，难念的经。那其实啊，复杂的事情当中啊，你只要把它抽丝剥茧，把纲领找出来，其实问题啊都不大。周朝啊，绵延856年。为什么周朝可以绵延800多年？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读历史啊，能够见往知来。其实周朝就是把孝跟悌啊，做得相当扎实。周武王的父亲啊是周文王，周文王的父亲是王继。周文王啊对他的父亲王继非常的孝顺，确实做到啊晨则省，昏则定。所以他每天啊早上、中午、晚上都会去问候他的父亲王继，看看父亲啊睡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假如父亲的胃口不大好，他一看呢，内心就会很着急。等父亲啊身体稍微比较舒适了，吃得比较正常了，他才觉得非常宽慰。所以是一日啊三次的问候。由于周文王这样的榜样，所以周武王啊侍奉周文王也非常的孝顺。所以有一次周文王生病了，周武王啊服侍在侧12天，通通没有宽衣解带，帽子都没有取下来，无时不刻啊都在照顾他的父亲。由于这一份孝心，所以周文王的病啊很快啊就好转了。所谓至诚感通啊，相信周武王那一杯汤药跟一般人的汤药一不一样？一定不一样。因为那个有孝心加持，那个水的结晶都怎么样？特别漂亮，喝下去特别有效。所以周朝啊以孝治天下，我们不要把很多事啊想得太复杂。再来，周朝啊以悌啊治天下。周文王的父亲是王继，王继有两个哥哥啊，一位是泰伯，一位是仲雍。他们三个兄弟啊都是太王所生。太王是周文王的爷爷，当他看到周文王出生的时候，他非常欢喜，觉得这一个孙子啊是一个圣主之相。而他的大伯、二伯啊，就是泰伯跟仲雍，看到父亲啊这么疼爱这一个孙子，所以两个人啊就相约啊以这个父亲生病的名义啊
上山采药。这么一上山啊，就没有再回来了，把天下让给了他的弟弟王继，进而传位给了周文王。诸位同修，他这么一让啊，尽了孝心，因为啊，他要让父亲很好做事，不希望父亲因为啊他们两个兄弟而有所啊顾忌啊，没有传位给他的弟弟王继，所以这一让啊，成全了父母父亲的心意，这一让啊，成全了兄弟的情谊，连天下都可以让了，还有什么事啊可以让兄弟不和的？所以让出了孝，让出了悌，还让出了忠，忠于天下百姓，因为让出了这一个王位啊，可以让周文王领导全国人民，所以是尽孝、尽悌又尽忠，所以上行下效，所以周朝人民呢、啊，就以这些领导人为榜样，所以他的时代啊，可以绵延800多年。所以诸位同修，家庭的问题啊，根本解决啊，也在孝跟悌。所以我们对《弟子规》啊，要很有信心，确确实实啊，能够解决世界问题，能够解决佛法衰败的问题，解决社会家庭的问题。好，那佛陀在《华严经》上的教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弟子规也说，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那为什么本有的如来智慧德相现在不得受用呢？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我们真正啊，要放下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那《无量寿经》也教诲我们：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是普贤菩萨的法界。那诸位同修，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啊，什么时候开始修？假如我们想说往生以后再修，那这就是分别执着了。假如我们当下就把普贤菩萨的十愿啊，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当中，能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那这样你往生一定会怎么样？很有把握，因为啊，西方这一些菩萨一定会每天跟阿弥陀佛说：“娑婆界啊，已经有一个普贤菩萨了，我们赶快去把他怎么样接过来。”好，那普贤菩萨第一愿，礼敬诸佛。好，诸位同修，礼敬诸佛啊，那先对哪一个诸佛开始礼敬？对嘛？哪有不敬父母而敬他人的？所以《孝经》里面说啊：“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啊！”不爱父母而爱别人的，这是违背德行啊，这是不正常的啊！所以他当他对父母不孝敬，
好，对你很好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特别小心啊，你不要沾沾自喜，因为那是业障现前，冤亲债主都很有法术的，会有迷障出现。所以我在讲课当中啊，会提到呢，人生抉择很重要。你一抉择错了，可能人生啊会有很不好的影响。所以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诸位同修，我看你们也可能都有女儿，你们有没有教过她如何选择伴侣的方法？假如我们没教她嫁不好，你也不能怪她哦。对啊，你要教导她，她才会判断嘛。所以呢，最好的法宝啊，就是孝，就是孝。当对方啊有孝心的时候，对你的爱、对你的关怀啊，才是真实的。所以我就问一些还没有结婚的朋友啊，我说，假如有一位男士，他追求你啊，追求了三年，对你是有求必应，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有求必应，你半夜肚子饿了，只要打一通电话给他，他二话不说，勇猛精进就冲出去，把芝麻糊、杏仁糊都端到你的面前来，不辞劳苦。只要他放假了，一定陪你喝咖啡，陪你爬山、游山玩水。但是啊，就是从来没有陪过他父母喝过咖啡，爬过山，幸好你啊，祖宗有德，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所以刚好你一个长辈啊认识他，就跑来提醒你，他对父母不孝，你自己啊考虑考虑要不要嫁。结果很多的女士啊，她还在那里犹豫半天，我说你现在都犹豫啊，那真正遇到了，我看是凶多啊，因为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现在当旁观都看不清了，那当局就麻烦了。好，有一些女士就说了，她说她会改啊，她可能会说，只要你嫁给我，我一定把我所有的坏习惯都怎么样，都改过啊。那我就跟这位女士说啊，我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啊。很多人都是抱着说我要去改变对方，所以嫁给他，嫁了以后才知道江山易改，因为啊习惯成自然。所以一个人要真想改啊，只有他自己能决定，我们旁边只是一个助缘而已啊。而当你是助缘的时候呢，又很强势的要他改，他就偏不改，所以你会啊累得半死。所以啊，我们要找门当户对，要找思想观念相近的，才能够来结这一个法缘，结这一个因缘。所以孝啊，可以判断伴侣，当然孝啊，也可以判断你所有交往的朋友，因为朋友有孝心啊，他对你的情谊啊，才是真实的。所以礼敬诸佛，一定是从我们的父母啊开始礼敬起。那礼敬要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所以《弟子规》第一句教诲：“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所以我们的礼敬一定是落实在一切的言行
之中啊。所以当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要关照自己，我们的存心是不是恭敬，还是啊回应一下呢心里还有点不耐烦。所以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去关照，从根本去下手。除了言语上的一个恭敬之外，在生活当中啊也点点滴滴的照顾。所以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好，我们学这个冬温夏静啊，弟子规只举了这一个事例。冬天天气凉啊，我们呢赶快啊这个帮父母啊温被子，让他呢睡的时候呢比较温暖。夏天比较热啊，我们呢把这个床啊先扇凉了再睡。是不是对父母的关心就是这两件事啊？那我们就学呆了哈。所以我们要养父母之身，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从这几方面呢、啊、去尽心尽力，这个就是真正落实礼敬父母。礼敬诸佛，除了父母之外，我们还要礼敬谁？礼敬兄弟，礼敬长辈。所以出则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所以真正对父母有孝心的人，绝对不会兄弟争吵。因为啊，兄弟一争吵，谁最伤心呢？父母。所以真的，一个人孝心开了，百善皆开，他兄弟绝对不会吵架。因为啊，德有伤，贻亲羞，所以他出门在外啊，与人相交一定诚信待人。不然啊，他社会的名声很不好，传到父母的耳里来，父母也会非常难过。所以这个孝心一开啊，百善皆开。所以礼敬诸佛，接着要礼敬所有的长辈，敬老尊贤。那敬老尊贤也不能挂在口头上啊。所以《弟子规》教导：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好，我们要吃好吃的东西，当下是贪心还是恭敬心，那就差很多。盛狂之分啊，就在哪？一念之间。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在饮食需求当中，都是第一个先想到父母长辈，那我们这个礼敬就是真正的落实了。除了父母长辈要礼敬，还有哪一些地方要礼敬？我们看《弟子规》谨：朝起早，夜眠迟，对时间要不要恭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其实啊，人对于自己时间会礼敬，那也是对父母对师长的礼敬。因为啊，这个身啊来自于父母，希望他能够用这个身啊立身行道，能够成就自己，进而光宗耀祖啊。这些态度啊，才会延伸到他不敢虚掷光阴，浪费生命。所以时间要礼敬。晨闭冠，兼漱口，便尿回，则净手。所以对自己这个身也要怎么样礼敬，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好，那《弟子规》又提到：治官服，
有定位，勿乱顿，自污秽。所以这个态度是对什么礼敬啊？是对一切的矿物啊、物质啊都礼敬。我们把桌子啊擦得干干净净，把书本啊叠得整整齐齐，这个也是在落实礼敬诸佛。所谓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所以这个景啊也是落实礼敬诸佛。再来信，凡出言信为先，所以对自己的言语啊也要恭敬。其实对我们言语的恭敬也是对他人的恭敬，因为这个言语假如伤害到别人，那你对别人就没有恭敬之心。所谓见未真勿轻言，当我们都还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就开始把这一个话传出去，事实上已经对他人怎么样不敬，而且更重要的也对自己啊的自信不恭敬，因为已经迷失了。好，再来泛爱众，是对一切众生的爱护，一切众生的礼敬。再来亲人，面对师长，面对善知识，那一定要恭恭敬敬，依教奉行。所以这个也是礼敬。最后余力学文，对我们所学的学问啊，也要有恭敬之心。假如我们对学问不恭敬，对佛法的修学不恭敬，那可能啊就像李炳南老师说的，在玩弄佛法，消遣佛法了。所以弟子规啊落实的礼敬诸佛。再来弟子规也落实啊称赞如来。诸佛跟如来不一样，诸佛是在相上讲，如来啊是在性上，在心上讲。那称赞如来一定要随顺性德来称赞，所以我们要称赞别人呢，也要有一个标准，一个准则。不然有时候啊我们的称赞啊不止没有帮助对方啊，很有可能还害了对方。有一个小女孩长得很漂亮，才4-5岁，所有看到她的长辈啊眼睛都瞪得很大，然后呢接着就说，哎呦怎么有人可以眼睛长这样，鼻子长这样，嘴巴长这样，都长得这么刚刚好，漂亮得不得了。我们有一个老师说啊，看到这个小女孩啊都不敢再看第二眼，太漂亮了。所以所有的长辈啊都一直称赞她，什么称赞她的相貌，这样是不是称赞如来？那不是啊，称赞她的才华相貌啊只会增长她的傲慢心，她的贪心，她的虚荣之心呢。所以这个小女孩呢上课的时候时不时啊就把镜子怎么样拿起来照一下，都不专心了。所以所有的人看到她，她一定先重视什么？外表。所以我们称赞如来啊要随顺性德，弟子规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准。所以我们能够读诵受持，你时时刻刻啊就能够提得起来，就知道啊依循这一些德行啊去称赞他人。不然啊我们可能以善心啊行了什么恶事，那就不好。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先讲到这边，好，谢谢大家。